往都是跟漂亮的环境，可能是非常缤纷的一个室内，然后或者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，然后可是却是暗藏很多危机的。然后至于这个布列德系列，也是我记录我自己所观察到的东西，因为我自己我在自述里面有写说，就是我自己很爱做梦，还很爱梦，很爱幻想，然后什么事情都想尝试。然后可是现实的世界会把你拉回到原点，然后拉回到非常真实的一面，然后所以就是你没办法去做这些事情。自己作品如果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作品，没有跟人家对话的话，我觉得作品可能是一个死掉的东西。所以我的作品会有蛮大的期望是经过观者的一些互动，然后去跟观者的一些记忆去做一些连接。时期的作品是在画巴黎，也就是想登到天空上，然后所以会一直努力的盖，努力的盖，努力的盖，但是到最后就是神觉得这个是违反天理的，然后就把那个塔所有的毁灭掉。然后我基本上就是用这张图，也是在反讽现在的一个世代，然后反讽现在的一个状况，现实社会的状况。我希望用一个甜美的东西去包装一个基本上是比较负面的一个概念，这样子也跟我的主题也是有相关的，因为人一直赚钱，然后之后去享受这样子，然后赚了钱尝到了甜头，然后继续赚钱，然后变成一个后福特工业时代的一个齿轮，然后就是用甜美的让人家先接触这个画面，接触画面之后他才发现背后却是一个比较深沉比较沉重的一个议题。